那天老沈开会，老师把他带到教研室之后就出去了，电脑没关，上面正好有刚出的试题，秦琴没忍住，就上去考了下来，正好有老师进来，他竟然把 U 盘吞到肚子里，他是有多怕我呀？我这个当妈的怎么这么失败？我这两天陪着青青，我就在想，孩子这么小，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？当然是我不好，我这妈当的。我老是逼他学习学习学习，从来没有顾过他的感受。人家说言传不如身教，是我这个妈妈没有给他做好榜样。医生说，我的青青有重度抑郁症，他还那么小，玉姐，青青还小，你们还有大把的时间，你可以好好弥补，一切都来得及，会好的。你的事到底怎么样了？他们说你挪用资金，我是不相信的。小山失踪了，大家都在到处找他，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如果我说那场大火不是意外，你会相信我吗？什么？你们杀妻那天，我们俩不是在你的警戒室门口碰上了吗？我当时扒着窗户往里看，你问我是不是想偷看你们的素材，我的确是想看看你们拍了些什么，但是我还看到了些别的，我看到了有一个人在你们的工作台上还有地上各个地方放了些东西，鬼鬼祟祟的，我当时就觉得奇怪，可是后来你过来跟我说那些话，我又特别生气，我就没告诉你。后来我知道大火的事情，我就在想，可能我看到东西跟这场火有关系，可是我现在不怕说了，我看到你倒霉了，我还有点高兴。吕姐，那天晚上您看到那个人是谁了吗？那天晚上隔着个窗户，灯光也很暗，可是我觉得那个人是大潘新收的那个徒弟枪枪。那场大火还有说你挪用资金，这两件事情会不会有什么联系？因为都挺蹊跷的。佳如，我相信你是清白的，如果要对付公堂的话，我愿意给你当证人。谢谢吕姐。还有，我跟老沈决定等青青康复了就带她去乡下住一段时间，公司我那个职位我会推荐由你去担当，你到时候别拒绝啊。玉姐，我还是先证明自己的清白再说吧。您保重，我先走了。去问问大潘，打听打听他那个徒弟的事儿。谢谢吕姐，您保重。师傅，我没有工作证，也没带预约条，你让我先进去，出来我给你补上。你看，你跟方明不是很熟吗？打个电话，方明让你进，我就放你进去。
二妹，正好有人找您，说是您的老同学。早，那个，我是因为……哦，前面转角处有个咖啡厅，你去那儿等我吧。哎，你好，是不是你停那儿去了？啊，谢谢啊。那个您好，问您一下，二号楼二单元在哪儿啊？在那边。哎，好，谢谢您啊。你好，是江叔叔家吗？哎呀，别敲了，没在家。那个阿姨您好，这是小山爸爸他家吧？那个他人没在吗？接平城去了。人家闺女啊，现在可是发达了，去平城看病去了。哎呀，这个老爷子，真是好福气。那您知道他去平城后住哪儿了吗？哦，你是？哦，我是小山他老同学。哦，小山呀，现在可有钱了，人家买了一套100多的大房子呢，叫什么是西湖院？西湖院？哎，对，西湖院。哎，好，谢谢您啊。哎，这边。喝点什么？要咖啡。没事没事，拿铁。哎呀，不必的，是为了家如的事儿。我知道啊。好。哎，我听家如说你跟那个宋总关系不错，我这是实在走投无路了，求你帮个忙，跟那宋总聊一聊。通融通融。为了这件事儿，我找过宋潇。啊，找过他了？你什么时候找的他呀？他怎么说的？我跟嘉如是老同学了。宋潇利用我们这层关系向我提了个邀请。什么邀请？只要我把他的一个新楼盘划到师大附中的片区里，他就可以去证明嘉如的清白。你看。我说这里有事儿吧，这就他们那宋潇那孙子那一手策划的，这嘉如被他给算计了。宋潇的问题，我已经向有关部门反映过了，很快就会对他展开调查。你要相信，执法机关不会随便冤枉一个没有犯罪事实的部落。真相的浮现，只是时间问题。查到江小山住处了，在西湖院。如果我说那场大火不是意外，你会相信我吗？那场大火，还有说你挪用资金，这两件事情会不会有什么联系？因为都挺蹊跷的。嘉如，还真的是你啊！师兄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莫非这就是宋总要给我的惊喜啊？喂，哎，媳妇儿，小山住处找到了，你过来吧。太好了，老公。不过我现在要去找另外一个人。云南那场大火是有人故意放的，我怀疑是宋潇指使的，可能跟陷害我挪用资金有关系。宋潇这孙子确实有问题。不是，我们还是先去找小山，回头再陪你过去。那咱们分头行动吧，我一定要把放火的那个人揪出来。那你一个人行吗？啊，我让甜甜跟我一块儿去，你放心吧。我出去一趟，在这看好乐乐了，很快就回来啊。来了，谁呀？你怎么又来了？诺诺。爸爸。哎。哎，乐乐好。哎呦，哎，你看爸爸给你带什么来了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湿度检测仪。这个蛋啊一直孵不出来，我估计跟房子里面的湿度有关系。你一会儿把这个一摁就亮了，然后检测一下屋子里面的湿度，再试试看
来试验一下。太好了，这是阿姨用过，我在这儿能出壳了。你看看，哎，有没有花瓶？我把这个花给插一下。站住！干嘛呢你？你有病啊！田东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不管你得了什么蛋白粉病、粉蛋白病。不是，是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。行了，心肌病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跟你和解，也只是因为你帮家如找了律师。你现在摘几朵破花啊，舔着脸登堂入室。田东，你好歹是个人物吧？啊，能不能体面一点？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？以前是得病，我实在没有办法，我不是请你原谅了吗？通过这件事儿以后呢，我真的深深的感受到，你和儿子就是我的精神支柱，是我的主心骨。闭嘴吧，谁是你的骨啊？我就是我，也不是你什么精神支柱。我回来之前赶紧走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陪你一块儿吧。不用。行，那我在家里边看儿子啊，你早点回来。哥，这儿这么多户，怎么查呀？快递、外卖，想想还有什么线索？线索？哎，对了，田姐姐给我发这视频，你看一眼。车库，去地下车库看看，这好车没几辆。车库也太大了，啊！这多耽误一分钟，家如的取保就多一分钟的压力。别着急。哎哥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如果一会儿真找到小山了，你能先别报警吗？我今天去他老家才知道，他爸身体一直不好，小山把他爸接到平城看病，他很需要钱。我可以不报警，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但能不能改，那得看他自己。行。哎哥，那边是这个吗？白色。老查老弟，这看不清车牌号啊。你去找物业，你就说2145的一个车位上一个白色巴塞拉蒂占我们家车位了啊。行，问问是哪户业主。你等我啊。王强强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那个师傅，您快帮我们查查吧，就这辆。这是你们的车位啊？啊。哦，那你们俩稍等一下，我确认一下。你说这买得起房子，买不起车位，什么事儿啊？这是。万立勇，你给查一下平恩677M4，是哪个业主的车呀？A 座1101是吧？哦，那你把他电话给我发过来，我跟人确认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打个电话。对，这素质。没接。哦，哎，对了，师傅，这是 B 几啊？ B 二啊。嗨，哥，咱俩应该停 B 三。哎，你说你这记性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好，谢谢啊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了。哎，你们是哪户的业主啊？小伙子，姐告诉你啊，版纳消防部门已经确认是人为纵火了，而且公安机关已经开始立案调查了。宋潇一共才给了你50万，你就把你家如姐给卖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，你这小孩也太不会算计了，这可是纵火罪。
你说你年纪轻轻的，工作也没了，这后半辈子就交代了。佳茹姐，对不起，我遇人不善，都怪我。江青，你一会儿进去好好跟警察说，给自己争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外卖，你点的外卖？我没点外卖啊，你们是不是送错了？宋先生，宋总点的外卖到了。哎，你们干嘛？你们找到我也没有用啊，要对付佳茹姐是宋总。走吧，跟我们去公安局把真相说出来。你现在是整个事情的关键证人。没有用的，姐夫，宋总跟我们不是一个量级的，我们斗不过他。那个宋香能把我们怎么样啊？你知道叶哥跟夏雪这些日子是怎么过的吗？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小山，你打毕业就跟佳茹在一起了，几年了。我不相信你跟佳茹一点姐妹的情感都没有。我知道你缺钱，文博已经把你爸的事跟我说了，我相信你只是一时糊涂。被钱迷了心窍是迫不得已的。陷害佳茹不是你的本意，这点信任我们还是有的。至于那个宋潇，你更不用怕他了，他现在都自身难保了。佳茹说云南那场大火是有人故意放的，就跟宋潇有关。宋潇想拿佳茹的事情威胁方文斌，方文斌已经铁了心拒绝了，还把这件事情上报给了相关部门，上面已经开始调查宋潇了。据说正在查他的不法资产，你就确定他送你这套房子是合法的？到时候真要出点什么事儿，他就把你给扔出来了，你就成垫背的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小山，回头吧。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我们知道你有困难，我们大家都能帮你。我也知道你想有一套大房子，我继续努力，我买给你好吗？小山，你不是那么绝情的人，你就忍心看着你佳茹姐进监狱？就算帮我一个忙，帮帮我们家，跟我去公安局把事情说清楚，好吗？你们能不能别为难我了？你们出去，这里是我家。小山，你要这样，我只能报警了。哎，哥，别，你别，小山，走吧。走吧。李警官，人给你们带过来了。警察同志，这车就有赃物，应该就是他用宋潇给的钱买的。叶一凡，小善，下车吧。姐，小善他知道错了。我跟他单独谈谈吧。这样的，佳茹姐，我对不起你。我其实一点都不相信你会参与害我。你做了那么多年我的助理，
没少为了我受气。我知道我这个人性格有缺陷，这么多年了，就跟所有部门的沟通都是靠你一个人顶着。其实，我觉得我也挺对不住你的。别说了，我知道你很优秀，真的。虽然你有的时候确实是有点争强好胜，但是你聪明，你比我聪明多了，而且你肯学，你又能屈能伸，情商又高，特别会跟人沟通。我一直认为你天生就是做制片人的料。我也一直觉得我们会成为最好的搭档，我做策划，你做制片人，我们会所向披靡的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，我不知道会把你害成这样的。其实我在云南的时候，我就意识到宋总他对你不安好心了，我当时应该告诉你，我应该帮你的。可是我鬼迷心窍了，我昏了头了。小山，我一个女孩子，在外面打拼不容易。我没有背景，没有机会，可是我也想要成功，我也想要出人头地，我不想被人看不起，我还需要钱。我爸身体一直不好，可是我根本都没有这个能力。自从收了宋总的房子之后，我其实每一天都睡不着，每一天都过得特别痛苦。怎么那么久啊？磨磨唧唧的，我去看看吧。哎，相信佳茹，她会处理好的。鬼经验是我配不上。别这么说，这个借条我没有给宋总，我现在就可以进去向警察说明，我可以证明这个钱真的是你借的。这样，听姐的，我们把宋潇的东西都还给他，我们以后从头开始，好不好？进去好好跟警察说，你放心，你爸那边会安排好的。姐夫，对不起。这是自首吧？
不会进去反悔吧？他会说明白的。我再跟你道个歉，对不起。没有，你也跟了一天了，也累了，都得回去休息了。大哥，姐，我先走了。好。文博，放心吧，只要他自首把东西退回去，不会有什么大错的。接了吗？佳琪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么晚了，怎么不接电话呀？会不会又像上次那样？李佳，这么晚去哪儿了你？爸妈，我跟龚老师道歉了，他原谅我了。我可以回学校上学了。你们两个不要离婚，让那个阿姨自己回德国去吧。顺利吗？叶叔叔，那我的桌你们去抓坏人了，怎么样啊？叶叔叔一出手，那还不手到擒来啊？饿了吧？乐乐，带幽默回家，让爷给做好吃的。好的。那个，一起去吗？去什么去啊？还不走，还真想赖在这儿。甜甜，这次田东帮了我不少忙，你得好好谢谢人家。哎呀，人家都一家人，谢什么谢啊？还真出来了！进去了吗？爸，你别动，让他自己出来。这是啥玩意儿啊？鸭子吧？鸭子，爸爸，不说是孔雀吗？我说可能是孔雀。说自己上山务农呢，鸭子蛋、孔雀蛋都分不出来。孔雀蛋也好，鸭子蛋也好，都孕育着一种新生，人生就是不断新生的过程，所以我们都得往前看。哎呀，捉到我了！看看啊，看看我媳妇儿这思想高度啊！我最后问你一遍，是不是你指使的王强强故意纵火？其实警方早就掌握了你们的犯罪过程。负隅顽抗在事实和法律面前是没有意义的。我建议你啊，给自己留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好，我说，是宋总，是宋潇，是他指使我干的，是他让我拷贝了《独舞江湖》的素材，又让我给锵锵打了50万。让他烧了剪辑房。宋潇认为，方文斌，他会因为深爱何佳如而帮我们。只要我们陷害何佳如，方文斌就会来求我们。这样，我们那些房子就会因为方文斌划到十大附中的片区里，从而提高房价。进来。宋先生，我们是公安局的，请跟我们走一场。
搞得我好狼狈啊！吴总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特意来祝贺你啊！祝贺你的《独舞江湖》上线第一天点击率就破千万，一炮而红。谢谢吴总，谢谢大家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公司最近真的对《独舞江湖》太上心了。还有小韩带领的宣发部门真的没日没夜的在赶进度，才有了今天的成绩。咱们大家再接再厉，继续加油！加油！坐，佳蓉。谢谢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实不相瞒，我来呢不光是来给你庆祝的，我还带着任务来的。什么任务？不是刚定了明年的盈利目标吗？不能再高了，已经到顶了。不不不，是这样，这次的公司福利分房不是已经过去了吗？你的劳务合同呢也该续约了。董事长的意思呢，是想让我跟你商量一下，如果你愿意签一个10年的长约，那么总公司愿意再帮你协调一下，找开发商再争取一个名额。诱惑我？于情于理，于公于私，我都希望你能继续留在鼎铭。至于房子嘛，这是公司呢对于挽留人才的诚意，也是对于当初呢没能认真调查事情的真相的歉意吧，啊，我们相信你会是一个优秀的制片人，我们也相信，只要公司给你足够的创作空间，你也会一直跟我们一起奋战下去。如果公司要是一直能给出目前的这个支持力度，让我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，未来10年，我不会跳槽。这房子我要的也不心虚。行，提剑纵马，诗酒趁年华，我们一起努力吧，小吴。哎，你拿大了你啊！说定了，不能变。来啦！哎，是我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，佳琪，佳琪，你看，我把谁给你带回来了？拜拜。你怎么把他们带回来了？啊，爸爸呀，辞职了。啥？哎呀，就是说呢，我以后呢不走了，就在东儒啊找份工作了，就陪着你跟妈妈一起过这3年了。真的？真的呀。哎呀，好了，哎呦，好了，哎，不是，爸爸拿进去，猫拿进去，拿拿拿拿拿，哎，好，你看谁来了？哎呦，我这高兴的。啊，你真的辞职了？啊，真辞职了呀。哎，我也想明白了，咱一家人在一起啊，我这心里头才踏实。我不知道你回来，我现在多做几个菜去啊。啊，不用不用，哎。把这切了，我来。哎，不，衣服脱了，衣服脱了。行。哎，那个一会儿再做一个你最爱吃的那个糖醋排骨，好吧？看看来得及来不及啊？行，我先把这个烤鸭弄出来啊。来。小鸭子就是小鸭子，不要总叫人小孔雀，各有各的命。咱们呢，该努力努力，其他就是顺其自然，水到渠成。爸妈，别忙活了，我有重大的事情要宣布。啊，好，
啥好事啊？快过来。来来，火先关了。啥事？那个加入公司给的那个认购指标啊，咱们要买那个新房子啊，今天已经把认购书签下来了啊。啊？哎呦，真的呀？一楼啊，大三居啊，那个有个小园子，爸，以后你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啊。咱们家以后的绿色食品就都交给你了。哎呀，附近还有个大广场，您可以天天去跳广场舞，两分钟就到了。哎呦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！哎，这可太好了！我今天啊多做两个菜，咱们庆贺庆贺。哎，俩菜哪够啊？多加几个菜啊！多高兴啊！这你管得住来？乐乐，我们有新房子了，离你的新学校特别近，而且那好的老师啊都轮流上岗，知道吗？爸爸以后再不担心你的学习了，屁股上也不会挂鱼钩了。那个爸，还有一件事，爸，哎，这次没骗你们啊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，啥事儿啊？拿出来，还有好事儿啦？这次是真的。哎呀，佳如怀孕了！哎呦，乐乐，你这次真的要有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了！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！你的小弟弟、小妹妹了！我们有二宝喽！欢迎领导光临验房。哟，真不错呀！啊，好香。这个大型洗肺机现场，你看一点脚臭味都没有。嗯，真好。爸爸，我的房间在哪里？我怎么能把我大儿子房间忘了呢？走，房间。你是哥哥，睡上铺啊。小满睡下面，来，咱们屋啊，离孩子近，就在旁边。妈妈的房间。哎呀，这屋小了点儿，朝北。不小挺好吧，妈是吧？嗯，挺好，挺好。妈，有点对不住啊，你看这实在安排不上您的房间了。不过我已经打探好了，楼下有个半地下室，他们那个开发商当物业，我这不给拿下。到时候咱们一打通，咱就复试了就成。行啊，那钱够吗？那田东不是说现在又有钱了吗？我准备这两天请他吃个饭呢。你就可着田大粗腿一条腿抱吧。他跟田田和好，要咱没咱们帮忙，能行啊？对于他们来说，钱能办成的事儿，那都不叫事儿。妈，你就放心啊，得等等。儿子，哎呀，儿子，我这房间太好了啊，又能看花园，又宽敞，住俩人都宽敞。过来看看，瞧瞧，来，来呀，瞧瞧，快快。你妈叫娇娇，刘玉娇吧？哎，快！哎呀，你干什么呀你呀？当着孩子的面叫我娇娇，你去！我，快！来！我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不挺好吗？房子给你解决了，不是你妈有地方住了，这也太突然了吧！哎呦，小满啊，你就不用叫姥姥了，叫奶奶就可以了啊！凭什么？为什么不叫姥爷？我还倒插门啊！那行，反正我爸也无所谓，行，叫姥爷姥姥都行啊。右边，右边往下一点，就是往下一点，行不行？行行不行？行！哎呀，佳琪，快来！哎呀，太棒了！你给我好好考啊！下次再给我考好了，我有那个大的奖励给你啊！什么奖励呀？好好念书应该的，没什么奖励的啊！不是你怎么老拉我后腿？我不拉我，我这奖励姑娘的这怎么了？你以为这挺容易是怎么着？你小时候你能拿我几个奖状啊？你啊，是不是？我们曾怎样遍体鳞伤，回忆不会一生。来了，老舅。慢点。哎呀，老舅。老舅呢？疼吗？老舅。哟，乐
写妹妹的名字了。你知道妹妹为什么叫叶小满吗？不知道。老话说天际满，人际全福，花未全开月半圆，这是人生最美好的境界。对啊，你说人生要是没有一点遗憾，那也多无趣啊，是吧，爸？啊，没错。你跟妈太没意思了，还瞒着我们。我跟嘉柔都商量好了啊，以后呢就叫小满，管你叫老爷了，你就倒插门吧。行，叫啥都行啊。喝一碗热汤，烦恼都化为过场，幸福会到访。我想去城市的灯火昏黄，邀请你跳一曲素绿所往。后半夜的风有些微凉，我们的手不能放，好多话还没有讲。下班的男人微微发胖，发型还跟去年一样，把梦揉碎敲在给甲方，终究没派上用场。享受的快递总在路上，秋天又在了，心情也正向，窗外人浪像片海洋，还能不能迎头赶上。时间的手拉着少年郎，不再是来时的匹马单枪。我们曾怎样遍体鳞伤，回忆不会比生命更漫长。好吃的饭在餐桌上光，在窗台上日子过得漂亮。喝一碗热汤，烦恼都化为过场，幸福会到。想去城市的灯火昏黄，邀请你跳一曲素绿所往。后半夜的风有些微凉，我们的手不能放，好多话还没有讲。的避风。